Chris? 爸爸。哎呦 ，Chris， 今天有没有上课认真听讲啊？有没有跟朋友好好相处啊？
想他再为我担心。但你们是夫妻，有什么事情都应该共同面对。我想苏北也不愿意被蒙在鼓里。再等等吧。你又想像七年前一样，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。云帆，我想趁我眼睛还看得到的时候，好好的待他。